佐夫社波兰经济中心。马佐夫社，欧洲的心脏。马佐夫社就意味着最好，位于欧洲中心。我们的优势在于大自然。欧洲最大的奶粉出口地，世界最大的苹果出口地，投资地，马佐夫社，欧洲信息技术投资中心。传统的力量，文化，高等教育，马佐夫社波兰经济中心。音乐，弗里德里克·肖邦，1810年出生于马佐夫社。马佐夫社商务与文化。